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随着各位对于居家运动的需求上升，不少人跟我反映说，妹，你能不能也出一集长达半小时以上，能消耗更多热量的运动呢？于是妹今天要带来的是一样是徒手 OK， 你甚至不用瑜伽垫，结合肌力训练以及拳击的有氧运动，过程中不会太喘累，也是一套适合初中阶者入门的运动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开练咯。等等，妹，你要怎么知道你这样运动下来燃烧多少卡路里？今天我戴的是 Garmin Venue 2， 外形更小巧精致。进化版的 Venue 有全天候的健康监测，超过25种运动模式，并新增 Heat 模式。肌力训练菜单甚至可分肌群挑选训练，10天的长效电力，且悠游卡行动支付 Garmin Pay。 现在我所选择的是有氧运动模式，透过心率感测器计算运动过程中所消耗的热量，数据都可上传至 APP， 让你掌握更精准的一日消耗量，且方便记录每周每月的运动量。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准备开练咯。在今天的30分钟有氧训练中，有三个部分，每个动作是15秒，休息15秒。第一个动作是抬膝跳以及后踢腿的组合动作，先从这个动作开始暖身吧。四个抬膝跳，接着接四个后踢腿。加油！想要快速提高心率的话，把脚抬高一点，抬至腹部处，接着往屁股去做小幅度的踢腿。维持你的节奏，还有20秒，加油！最后的5秒，4、3、2、1，很好。下一个动作，请帮我做停顿的深蹲，2下之后，接着踢腿，轮流的左右的踢腿。深蹲下去的时候，将重心放在臀腿。2个深蹲下去之后，踢腿。踢腿的时候，两手可以顺势的打开。下去的时候吸气，起来的时候吐气。哈，加油！往前大力的踢腿，用力的踢高，加油！深蹲的动作不要马虎，完整的蹲地，接着踢腿。最后的10秒，3、2、1，很好。下一个动作，剪刀脚的跳跃。注意，我们做剪刀脚跳跃的时候，下蹲的幅度不用太大，大概是在半蹲的一个姿势。3个小幅度的跨步蹲停顿，接着往返。过程中你还是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以及连接到臀肌那一块的肌肉，核心收紧，臀腿发力，保持你的呼吸。节奏是1、2、3，停下，1、2、3，很好。最后10秒了，不要慢下来，加油！3、2、1。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流汗了。下一个动作，后跨步蹲的抬膝，一脚先向后的跨一大步，下蹲完整的刺激臀肌之后，起身抬膝。抬膝的时候，大大的吐气，调节你的呼吸。我们先从右脚开始，一个后跨步蹲下去之后，抬膝。抬膝的时候，手可以转向另外一侧，帮我做一个扭转停留，完整的下蹲，刺激到臀肌，起身吐气。抬膝的时候尽量抬高，做一个卷腹。
just a word of mouth that you probably heard about. I put me in my place, I can show you how. 10秒，很好，再三个，最后两下，太棒了。做完一边之后，记得换另外一边。Now you see what I see. If I wanna play ball, I could get the whole team. Batter up like I'm each row. Man, I told you it's each row.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求快，希望你完整的蹲低，运用到我们臀腿的力量，顺势的将膝盖抬高，吐气起身。维持这个节奏，加油！还有15秒。3、2、1，下一个动作，空气的跳绳。如果不太会跳绳的话，做这个空气跳绳可以燃烧我们的卡路里哦。我们一脚一下轮流的跳跃，两手轻松的摆荡。这个动作不会太累，依照你合适的节奏就可以了。15秒。5、4、3、2、1，很好。下一个动作，请帮我准备一个深蹲的姿势，做一个低深蹲的移动之后出拳两下，准备好了 Go。 移动一下，直拳，闪躲，直拳，重心帮我持续放在臀腿。挥拳的时候，用腹肌来带，吐气，移动两下的出拳，核心收紧，重心一直维持在下方，不要完全的起身哦。快一点，攻击，15秒，快一点，不要慢下来。5、4、3、2、1，非常好。下一个动作，快速的踏步直拳。让我们连续的出拳，连续的直拳，快一点，快一点，加上一点小碎步。过程中不要憋气哦，运用到我们的核心肌力，腹肌持续的收缩，核心持续的收紧，出拳出拳，不要慢下来，开始累了，我知道，加油，记住不要憋气，持续的呼吸吐气，最后的10秒了，快一点。5、4、3、2、1，很好。下一个动作，轮流的站姿抬膝，将手抬高之后，将一脚的膝盖弯曲，靠近至胸部处，稍微缓和一下，深深的吸气，吐气出来。我们可以顺势调节一下我们的呼吸，大口的吸气，吐气，举起你的手，接着把你的脚抬到腹部，吐气，大力一点，卷腹。
轮流的卷腹，卷腹的时候运用到我们核心的力气，可以的话给我一个小的跳跃，调整你的呼吸哦，将脚尽量的抬高10秒，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到平板支撑的位置，单手的平板支撑大概撑个6秒之后，接着换边，两手撑地，让我们的背屁股到腿是成一直线的。来，我们一边停留个5到6秒，收紧你的核心，自己在心里数，停顿6秒之后换边，让你的肩膀与手垂直于地面。记得呼吸吐气，1、2、3、4、5，换，加油。最后的10秒了，很好。下一个动作一样，帮我在我们的平板支撑，待会两个交叉之后往外的跳，交叉的时候帮我做一点转体，刺激到我们的侧腹肌，接着小幅度的跳开，不求快没关系，慢慢做，腹部持续的收紧，动作不求快，一样调节你的呼吸，开始有点累了，我知道，撑下去，5秒，5、4、3、2、1，休息一下。接着来到侧平板支撑的停留，已经燃烧100卡路里了，加油！先给我一个侧平板支撑，一手撑地，将我们的腰部抬起。来，我们侧棒式，一边停留个大约10秒。接着换，趁这个时候也可以调整你的呼吸，注意我们的腰部不下沉，注意持续用侧腹的肌力将身体抬起。来，最后10秒了，最后一个停留，非常好，让各位休息一个30秒，可以稍微喝个水，整理一下头发。Reassess, you don't wanna love me best. Gang said match, I don't need a patch. Been an impasse, yeah, bottle and we left. Crack up. 待会第一个动作还是从我们的抬膝跳以及后踢腿开始，4个抬膝跳之后接4个后踢腿，预备 ，Go。1、2、3、4，1、2、3、4，很好，维持这个节奏。可以的话，尽量的抬高。最后的10秒，Wake up, check your phone, ignore the alarm, you're still alone. Wake up, rewind the night. Who are you? But also kind of who am I? Wake up, check your phone. 下一个动作，彩虹的跨步蹲。我们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先做个正常的弓步蹲，接着往侧去做一个侧臀的刺激。轮流的往返。感受到臀腿的发力，尽量将重心压低。
check check bomb bomb check check bomb bomb dial the tone保持我们的核心稳定，将意识放在臀肌。屁股应该开始酸了起来，15秒。慢一点更有感觉，5秒。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侧要进行哦。Dennis Rodman, 96, 97, even 99. What a time to be alive. Start a podcast, become a DJ. Try and fill the void inside. I'd be lying if I didn't say that sounds nice. Wake up, check your phone. But the battery's died. Wake up, check your phone. Brush your teeth, count your calories. Single use. 往后的点滴，接着往侧。Real problems, check your phone, but you're still alone. 持续的刺激我们的臀腿。Bees are dying off. It's kind of sad. Oh, my bad. Can I have a plus one? Look directly in the sun.撑下去20秒，你可以的。最后10秒了，很棒。下一个动作一样是空气的跳绳，这次我们做一边的垫步2下。来，这次一边帮我跳2个，两手自然的摆荡就好。一边垫个2下，接着换脚。这时候也可以顺便调节我们的呼吸。轻盈的跳起来。Drove the gates, feeling anxious around 12 a.m. Just move, but might move it all out again. This feel like deja vu. 15秒。Last year, my brain bought the same thoughts through. I blame the things I do. Only difference is I ain't in school. You heard that news? I flip birdies to these worms in suits. You're getting moved in a couple months. So we need a new place to go get shit done. Now I got my old flow. East Coast inspired. 下一个动作，拳击的出拳。待会左右上上，给我左勾拳、右勾拳，接着2个上勾拳，准备好 ，Go！ 1、2、3、4。出拳的时候用核心来带，打爆敌人的脸，呼！用核心腹肌。如果你熟练的话，可以快一点，大力一点。可以大力一点，打爆敌人的头。剩下15秒，再给我快一点的节奏。加油，最后的10秒。快一点，3、2、1，很好。碰你的膝盖，接着做一个踢腿，用你的手去触碰脚尖，记得扭转，踢腿。扭转，踢腿的时候吐气，把气吐出来。站姿的卷腹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调节你的呼吸。最后的5秒。下一个动作，海星的深蹲跳跃。深蹲下去之后，将两手张开；起来的时候，将两手合起，就像一个海星一样。来回下去的时候张开，合起来的时候，帮我做一个击掌。
天的你很棒，给自己一个打气，我们都撑到这一步了，不要就此放弃。最后的20秒，完整的深蹲下去，击掌。坚持5秒，4、3、2、1，很好。下一个动作，滑冰式的跨步蹲。如果你还有力气的话，跟我一样做一点跨步的跳跃。如果你会太喘的话，不用做太多的跳跃，小小的跳就可以了。我们的后腿向侧后的延伸，将你的手去碰你对边的脚踝，主要训练到我们的臀腿肌群以及核心平衡。15秒，5、4、3、2、1，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就是刚刚做的深蹲的移动，但这次我们要出4下的直拳。还记得吗？移动的深蹲，挥直拳，这次要做4下。一样重心，请把我一直维持在下面，所以你会感觉到臀腿的燃烧。看好敌人，攻击！出拳的时候，核心持续的紧缩出力。下蹲的时候吸气，出拳的时候吐气。重心帮我压低一点，完美的闪躲攻击，10秒，吐气出来。下一个动作，半深蹲的停留，让我们停留在半深蹲的位置。来，帮我停留在一半的深蹲即好。如果你还可以的话，像我一样再下降多一点，可以刺激到更多的臀肌。深深的吸气，然后吐气。这边显示已经200大卡咯，加油啊各位。10秒了，低一点低一点，撑住，不要起来。下一个动作，来一个拳击的组合拳吧。先帮我准备一个前后脚的拳击垫步，4下之后2个闪躲，1个踢技，前后闪躲踢腿，闪躲2下踢腿，闪闪接着踢，前后4下，闪闪，拿出你的活力跟 power。 有什么不满都发泄出来。Yellow Diablo, cooler than gelatos, sliding to that bitch and show her how to say, 最后10秒。Even waffles like I'm Roscoe's, going to that hold of Vamos. I'm on my shell, curving round the beef just like some tacos. I got problems, all of them are bottled up. Left me hollow, so I burn my halo bone. Pick up all that angel dust, but that shit too dangerous. Icing on the fingertips, taking all these hits, but someone teach them how to take a hit. 下一个动作还是我们连续的快速直拳。Larry drowned fishing, I'm just waiting till he born again.Ready, go! 不要松懈，最后的出拳的机会，奋力一搏，连续的出拳，
用你的核心来带，快一点，完美的击中你的目标，肚子收紧，呼吸吐气，五四三二一，很好。220大卡了。休息一下，待会来到我们练平板支撑核心的最后部分。Chasing in this life of mine, a currency ain't nothing if you currently can't speak your mind. I'm cutting all the ties, cause I don't fucking need them. Miss a piece, but still complete. 往前的爬到平板支撑的位置，接着轮流的碰肩，考验到我们上肢以及核心的力量。最后十五秒，下一个动作快与慢的登山式，先给我一个 ready 好的平板支撑的位置。我们六个快速的登山式之后，接着两个交叉的腿。Hit the highway one, now we headed for the boardwalk. Gotta see me flexing so my fashion make you trip. Strawberry chilling on the front side of my t-shirt. Playing on my hat to tap bill on my lip. But you know about the Berry City, let me spit. We headed for the slough when we hop up in the whip. We headed for the bean when we get a little hungry. And we headed for the function when nobody wanna trip. Sipping on my pink lemonade, wine LA. With the sponsor now, I'm the way I live. Get it for me one time, get it for me two time. 来，我们倒数第二个动作了。还是一样在平板支撑的位置，轮流将你的脚往侧的去做跨越，跨越的时候身体顺势的翻转，将你的脚跨出去，并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跨出去的时候吐气，很好。20秒，动作可以做慢一点没关系，感受到我们的核心转体，支撑的手也会开始有一点酸累了，加油，三二一，很好。最后的动作，波比跳的变化型，但不是波比跳哦。同一个平板支撑的位置，两脚往前起身，在深蹲之处做一个跳跃，平板的波比跳。跳跃起来之后，两手撑地，将两脚踏回到原本的动作。持续的往返，跳起来，加油！这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全身的肌肉跟核心都在发抖了。来，我们一起倒数五秒，结束这个训练吧。三、二、一，很好。265大卡，一套半个小时的运动，你知道我刚刚看表。
因为我又再多等了两分钟，总共是燃烧280大卡。然后这边就可以显示我这套训练心率的图，所以会记录的蛮完整的。能跟着我到最后一步的你们真的是有够棒，为自己拍拍手。刚中间有几度我真的很想要停下来擦个汗啊，冲绑头发什么的，那我觉得练完的感觉超级爽快。那这个 Garmin Venue 呢，真的是我私底下最喜欢最推荐的表款，因为它的外形真的很漂亮，然后它综合很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像是饮水量，甚至是记录女生的月经周期。那因为有时候我工作嘛，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我也会去确认一下自己的压力指数的状况，甚至它会显示我的身体年龄。那我的身体年龄呢，我今年满25岁，但它上面显示我是一个21岁的年轻的女汉子，大家认同吗？像是血氧啊、心率，它都是24小时可以每分每秒的侦测，这一点我真的觉得 Garmin 真的是一个走在非常高端的高科技的一个运动手表的先科，相当的推荐。我会说 Garmin Venue 真的是我运动的生活教练，太赞了，好吗？如果你有跟着我一起挑战完成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打卡哦。